1月28日18:10，一个愉快但寒冷的周末，电影《南极之恋》爱奇艺 VIP 专场明星观影会在北京万达 CBD 影城圆满举办。影片将于2月2日正式上映。首映当天虽然天气寒冷，但 VIP 会员们的热情仍然高涨。导演吴有英、男主角赵又廷和女主角杨子姗共同出席观影会现场，与 VIP 们进行亲密互动。杨子姗得知一名 VIP 会员因受到挫折而心情不好时，主动邀请会员上台送上爱的抱抱，并给予鼓励。人真的是太 nice 了。赵又廷和导演也耐心地解答了南极拍摄的点点滴滴。我们想看到的是亮的东西，是暖的东西，不是黑的东西，是冷的东西。影片中的大部分拍摄场景均来自于南极的实地取材，高超的表演功力、可爱的企鹅、宽厚的海狮均令人兴奋不已。这部电影非常的感人，它很真实，而且它之中的爱情很浪漫。